threw it back at me, I gave a boom. That ain't a problem, I know where it goes. She had them.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一场很长很长很长的斗地主啊，因为前不久打的一下午打的吧，打了一下午斗地主。怎么说呢？我不能保证他们不投降啊，也有投降的局。他现在斗地主投降很普遍，但是大家可以看看，行虚晃地主的话还可以打吧，他只要不第一回合杀不死杨仪的话，基本上杨仪都能被孙尚香埋起来。咱们看一下啊。开局的话直接给杨仪回血，对吧，杀一刀杨仪过牌。这里面说一下，有的时候我发现，就我个人打斗地主会发现，有我队友是杨仪或者我是杨仪的时候，我队友不会去杀我，最后即使没事干要非要杀一刀主攻，就是这一刀总觉得主攻没闪。在第一回合的时候，其实正常来说的话，直接去杀一下杨仪过那两张牌，加在杨仪那个制衡那一张牌的话，其实就是三张牌，很赚的。现在而言，就像刚才那样打的话，其实你相当于是赚的，最后兴虚晃过牌分可能都不如你们多，而且在他刷过牌分之前他可能就已经结束了。刚才打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打了半天，一会儿杨仪又满血了，兴虚晃很绝望。开局两个兵，一个冰凉一个乐不思蜀，都处理不掉杨仪，那他开局的爆发不够啊。第二把是一个大宝地主和群发就没那么多废话了，真的。大宝的话地主先手优势特别大，就决斗加那啥，一共五点输出，真的没办法。这个时候没必要打沮授，沮授第一点伤害他要回血，等于白送别人一滴血，还能他那个空血槽，只是打了个假，等续爆一下，续爆两张杀的话，再加一个另外一点输出，正好能打六滴血。然后这个时候的话，就能看出来地农民的排堆真的很奇葩。你们刚看见借沮授那排堆没？那爆发打得我可以的，我都冰完他吧，乐完他，把他爆发牌都下过一回合了。就说明很奇怪他们排队。然后这局的话是个刘烟的话斗地主一般，但是咱就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，运气，对吧，运气。这时候三个 AOE 啊，没卡牌的话直接起飞啊，咱们直接起飞直接砍人就行了。然后这时候再开个 AOE， 开了个 AOE 就杀，再杀。刷的副签啊，神甘宁刷的防御还是可以的。副签的话怎么说呢，只要打超过他血量的压制就可以，因为他的绝是有数，绝取决于他的血量。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不要着急啊，因为你现在留言，说实话在斗地主里面留言立木真的可以当个回血技的。然后这里面可以看到啊，他把绝没有去移除，而且我又刷了两张牌在回合外，因为我把最后基本牌用掉了，副签最后也放弃了，因为他看见我知道怎么打他的绝了，基本上在他绝满的时候再继续出杀，他要掉到一滴血，他血量越低他越不能单挑了。他刚才没有移除绝嘛，没办法，都过了牌。然后这个是个王元姬，王元姬的话地主和军八王元姬又不同，军八的或者说不到万不得已的话不要去上单色装备，是我以前说的，但斗地主的话尽量去取决于对方选择上单数的装备，因为斗地主的话你可以去即使是废掉自己的主动技能，你也可以有稳定的两张杀，所以你防御更重要一些。这局的话我专门刷了个红色的装备，为啥是红色的装备，因为红色的装备的话取决我为啥开局打许攸，因为许攸必然要闪，他既送我个决斗又送我个闪，因为我第一回合能上减四摸四张牌，许攸很贴心一定能给我送到防御，所以说我这个时候的红牌防御很多情况下一定要刷红牌，不是说也只能刷红牌，打其他局也就刷红牌了。有时候帷幕下一局，我记得这个长长的合集里面有一个也是个王元姬刷帷幕的，咱们可以往下看就行了。有的时候需要取决于帷幕，有的时候需要这个红牌，对吧，需要这个红牌，但是咱们明哲，对，明哲。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你们可以看到，许攸的话基本上我可以说嘛，他每次送的牌他杀我的攻击牌全送给我了，然后他一开始闪我的防御牌全送给关羽了，也就是关羽现在手上全是闪，很贴心。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，他没办法，他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其实可以忍一忍，但是他又怕我把他们秒掉，他们又不敢等，这时候就绝望了，直接投降了，因为他们打不过了，没有机会了。然后这个时候连输了几局之后打了吧，继续接大宝啊，大宝还是大宝稳啊，真的在斗地主里大宝不稳，其实就但是你刷出来好牌的还是不错的，像这把对吧，大宝需要排序吗？不需要，对吧，需要啥排序，一刀干就完了，对吧，这牌运气不错的牌没什么可说的，冰住了一刀解决，对吧，也很爽很爽。
你在你的回合内也不用给对方任何机会。然后诸葛瞻，诸葛瞻当地主也行吧，但是没有刚才我用选的那些地主那么强势啊。啊，正好是里边有一杨仪，但是我刷乐不思蜀，有张无懈，那这么时候的话我就可以乐后卫了。杨仪的话还不走防御，还专门掉血，因为我手上有无懈，所以乐后卫啊，没办法。董承的技能大家要知道，我留个 K 点防止董承直接拼我，杀我一刀，然后拼，然后双刀，我自己滴血不掉啊，自己滴血这一当闪不用啊。然后这个冰弱乐柱，乐柱的话正好有张固定刀，直接砍死了。杨仪死的话就好打了。然后董承的话咱们就不用特别详细的讲解吧，防他的成照就行了。他的成照的话就是他有手牌，每次摸两张牌有两个成照而已，无所谓，留个大点啊。拿他丈八的目的是为了留大点，拼的时候不会受伤啊。给他控的是两个杀，全是小点，不用怕在乎这个，直接顺走两刀固定刀，游戏结束啊。没有什么，其实斗地主的话就是个排序，开局压制和开局刷牌，对于地主的话非常不错。没发现我打的全是地主吗？农民反而少一些，因为我不太喜欢和别人当队友。开局刷乐不思蜀，先看一下对方有没有无懈啊，把无懈看掉。不知道，如果要人添过的话，咱们就出事了。希望没添过吧，运气不错，没添过。结完营之后再结邓艾啊，三刀杀直接看掉邓艾的桃子，三刀杀处理掉那个神张辽，然后起盾加一结邓艾，对吧？游戏就能结束了。邓艾的话，除非来次仙术，直接带走。那这个时候的话直接三刀，也逃跑了，自己知道已经输了，逃跑吧。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又是大宝，我发现大宝上镜率挺高的，因为这一天这是一下午的时间打的，用一下午时间，其实也没不是严格意义来说不是一下午。这个时候大宝就尴尬，你开局并没有刷出来关键牌，杀不够，而且就算杀够的话可能也杀不死钟会。这里面诸葛恪犯了个错误，他可以把再砸钟会的，再砸他扔三张牌，再砸两，再扔两张牌，直接把钟会砸觉醒的。结果他没想到我第二回合虚报够了，直接砍他，压住了闪，直接砍他。这个诸葛恪要是会玩的话，钟会其实第一回合就能觉醒，而且能手牌溢出。我不能说一定会输吧，但不会像打得那么舒服。现在诸葛恪用加一马卡住了，这里面正好说一些军八的一些问题啊。斗地主也能看出来这些军八的问题，因为你会军八的话，其实斗地主的话应该很简单。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不去玩军八的人不太知道应该拆什么样的牌。我在玩至尊军八的时候经常发现，他们总觉得我现在有个距离，我就不拆那个啥加一马了。这样的人可多呢。我现在有距离，他就没想过对方直接拆掉你的距离，对方也有可能摸到拆顺的。知道吧？所以说这个时候有机会直接先拆掉距离，防止你摸到顺手时捏着自己顺手啥也没有用。没发现姐一直我都在拆的距离，就得防止他万一拿个距离卡住，好不容易运气好摸着了，我拆巧了，我尽量去直接拆掉他，知道吧？不要给自己以后带来困扰。这很多种情况，我见军八也有很多人有加一马不拆，对吧？先拆什么盾，想没想过你下回有可能没距离？没想过。然后这是好招和许贡，许贡的话斗地主，我不知道你们的评价，哎，怎么没电了？我不知道你们的评价到底强不强啊？但是许贡的话有一套补牌还不错，那军八里面可能主要看他那个死亡的那个技能，那现在的话地主可能看他先给他补牌啊。许贡和咱们有配合，什么样孙权的输出没你们想象那么高啊，在斗地主里面，而且他开局没有压制好，直接给我一套补牌，然后摸四张牌，很不错。然后这时候再顺他的寒冰，孙权没有牌，因为我就是玩起孙权的，没有牌就是废物。你要是没有牌的话，直接寒冰比他掉一滴血他心疼多了，你能理解吧？然后这时候上一个丈八啊，等到特殊情况的时候特殊用啊，现在不着急，先九杀再上个丈八，五张牌也震一下他，因为他和咱们有配合，下回还能过更多的牌。孙权受不了折磨跑了，毕竟孙权地主的话并不是什么特别强势的地主，还是得看第一回压制能否秒一个。曹纯地主经常有人说草杆山，不敢，挺难的，但这里面有个四害啊，垃圾。然后这时候的话上一个白银狮子，但不要顶掉白银狮子，这白银狮子是一滴血啊，你顶掉没必要啊，让自己手牌变虚。曹冲直接杀了我一刀，这个时候许攸明显是并不想去杀曹冲过牌，即使四害也应该说杀曹冲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再上另外一个盾。打许攸的话，人王盾可比八卦阵值钱多了。许攸可以控八卦阵，但是不一定打得穿人王盾，一定要记住啊。所以说上人王盾很值得的。我不了解他五谷丰登为啥不拿寒冰，这一局他会为不拿寒冰付出代价的，真的。
我不太理解他们为啥不拿寒冰啊，现在寒冰剑扔给曹纯，觉醒三刀的曹纯是真敢，这时候直接扔一个古定刀，把人生古定刀配合一下不行，那没办法，你给扔一下，那真没办法，三刀杀先下他的手牌，许攸也是需要手牌过活的，决斗打一下，曹冲的话摸牌白啥也没有摸不到，没人打他，然后这个许攸也没办法，这时候的话去处理曹冲，曹冲他都选曹冲了，智商不是很高，连闪都没有留，一会儿直接拆曹冲就可以了，把他拆光。当你想打击杀的时候，现在许攸已经快死了，当你想打击杀的时候，那你就处理掉他的那个加一，防止曹冲翻面影响一下，然后这时候拆桥又过来，没看我一直都没有去尽量去觉醒，扔的都是富裕的装备嘛，然后这时候拆掉，拆掉之后单挑曹冲，就是单挑四害稳赢了，现在顶掉加一嘛，现在可以当完全体了，每回合三刀，他拿头打呀，先下光他，第一回合下光他，留一些副输出，每杀一刀寒冰一下，一共三刀，还没有闪，那基本上就被玩弄了，没有闪直接杀最后一刀结束，这就是四害，没办法，真的没啥办法，这个王元姬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的啊，是个需要黑色牌的，这局打得很险啊，而且能赢取都是因为有点赌啊，而且能赢都是因为这个神甘宁不会玩啊，神甘宁和神赵云完全克制我，神甘宁可以甚至于直接解我赢，为什么敢这么，我没有闪一下，也没刷刷装备，他解我赢的风险其实几乎没有的，直接过他跳过强制下我三张牌，强制跳过自己回合，是第一个问题，很开心，而且第一回合也没解我赢，结果赢的话他觉得能扛住的，因为有个神赵云帮他的，他能扛得住的，结果他不敢，他只要结赢一次我直接崩掉，我空城之后瞬间就崩掉，能理解吧，然后这一瞬间的话咱们直接打完，就现在我很绝望，就现在而言，然后这时候又给我送个上减，并不能消耗掉我上减直接杀我，然后这时候注意一下，明知道他第一个双杀我为啥不杀啊，因为他被结赢了，双杀骗他，让他知道我没闪，期待他第二个双杀，让他少给点神甘宁的关键牌，就是仅此而已，能听懂我说的意思吧，并不是说我一开始还不防双杀，并没有防九杀，我只是为了让他知道我没闪，让他再杀我一次，让多消耗点牌，给神甘宁的牌少一些，就现在而言的话运气不错，非要劫赵云不劫我，打掉了，但是我也残血了还没闪，然后扔两张牌没过到麻烦了，咱们用一张无懈，这很难受啊，这他妈的一张闪没有，大哥你这顺道一张闪还不错吧，扔了一张闪，祈祷他没有奇怪的花牌吧，现在用黑色装备当个锦囊，当那个啥帷幕保护一下自己，还好吧，一直在给我刷牌，白银回来能回两滴血了，杀一刀，这个时候要其实我想暂停一下，这个是风险性，如果对方他聪明一点点，双梅花吓我的一下的话，其实我就崩了，我赌的就是赵云想不到这一点，当时我犹豫了很久杀这一刀，现在的话状态起来，游戏结束，直接雌雄剑算过牌就行了，到15分钟的话我甚至可以一直让他过牌，让他一直过牌都可以，更何况他有个藤甲他不一定过牌，知道吧，15分钟之后我过牌超过他太多了，神赵云之就算他一直卖血他都比不上了，知道吧，因为我是寒冰剑，所以说我拆桥，甚至拆桥的话，其实我要拆的话也不会拆的藤甲的，最多拆一些加一码顺顺的手牌，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很贴心，赵云每次给上简送的牌，你们自己算算，我每合至少过3到4张牌，至少4张以上吧，4-5张牌，有的时候你甚至于上简发动成功的话能剩8-9张，对吧，他赵云的话就算我顶着他的八卦神让他卖血，他每合能过几张，而且我还有雌雄剑，咱们不需要干其他活了，现在我桃已经溢出了，闪够了，现在已经结束了，没办法，神甘宁太坑了嘛，这个时候直接九杀就行了，神甘宁如果第一回合结成功赢的话其实早就输了这一局啊，神国家的话还是需要觉醒啊，这个时候如果神国家第一回合，不过相对于至尊金巴好觉醒很多，神国家不是特别害怕杨仪的，所以说不用去刷乐不思蜀，但是开局一定要觉醒啊，直接开局直接发动技能觉醒，要不他们你要再拖他拖不起来的，杨仪肯定不是很想动的，然后这就是上个 AK， 你说神勋你难道不怕瞬间 AK 吗？第一回合的话不用太害怕。然后这个时候杨仪直接用技能了，上个藤甲，他给我觉醒了，能火攻的，你好棒，我觉醒了能火攻的，还有个真火攻，你可以的。这个时候我想去骗一个桃啊，这个时候我一知道一定能杀死杨仪，但是我单纯想骗一个桃啊，要我就第二个火攻了，而且你火攻的话也有风险，第二个火攻，因为他要给你看同样花色，你花色可能不够，杀的花色是扔不掉的，能理解吧，所以说的话决斗更香一些，了解吧，所以说现在神勋也崩了，我之所以敢上藤甲是因为刚才